是真心呢？帆布鞋太过熟悉，却又陌生的长廊，褪色书包还绣着青涩模样，勇敢去闯，我们要追逐太阳。放手一搏，我在你身旁，路很长，摊开地图，用心就能发现宝藏。风吹雨打，仍要向前，不怕碰撞，再长终会有饱满的天星光，再眷恋的围墙也挡不住内心的滚烫，窗外的风光绽放无限的向往，迎风启程一起走，脱下我的学师服，哦耶！ Oh, yeah. 成为正式的上班族。哎呦，东西忘记带了，紧提紧提。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慢的愈合。到了公车站。在拥挤的交通中，像沙丁鱼般的生存着。好不容易到达公司，认真赶出来的报告却被显得一文不值。唉，终于到了午餐时间 ，lunch time。哦，终于。却被毛毛躁躁的服务生抱得满身都是。哎，昨天才送行的耶。算了，还是赶紧去拜访客户吧。没想到祸不单行，发生了擦撞意外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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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痛！医生，医生！哎呦，怎么这么严重哦？来，我帮你打一针。来来来，哎呦，那也叫大鸡！好了吗，医生？啊，好，谢谢。OK OK， 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啊。辛苦了一天，腰酸背痛，心里的压力，哎呦，
怎么这么大、啊、踏上了回家的旅程，看见这些可爱的家人，一天的压力全释放，家果然是最好的港湾。